挨揍啊。他跑来找我借钱。据了解，王贤向叶贤借贷3000元，在所在不成后，持伸缩警棍将王女打伤，而王女的两名朋友见状，立即上前与叶贤产生互殴。三贤在逮捕后不提告诉，本分局依刑法伤害罪嫌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。